向最近的所有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须叫我们做提供的节目，在新闻之声调频公布网89.3做了播出。有需要服务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9，这个电话咱拢会当来甲利用啦吼。来跟头一对信官来安排这对龙华圣会歌，龙华圣会歌，听看卖啦吼。龙华信会开，那是用国语来诠释哈。哎，今嘛哈，就这联合少年人然后他没有接受到台湾的语言，为什么？伊逐天咧听，但是伊都要讲国语啊，又是台北囡啊吼，台北囡啊，回来吼，叫阿公阿妈，你叫讲叫阿公阿妈，不要叫。叫爷爷奶奶啦吼，啊，这就是咱即卖吼，咱已经是安尼啦吼。囡仔读细汉啊，两岁吼，满两岁就走去读幼稚园啦。啊，读幼稚园呢吼，啊，伫厝诶爸爸妈妈嘛甲伊讲国语啊，吼啊去幼稚园老师嘛讲国语啊，开始为两岁接触幼稚园，你就要一读到哪里？读到大学啊，你不可能说幼稚园读到怎样给放了啊，过来就读一年了嘛，
幼稚园直直读读到尾一年诶，一年诶过来国中、国中、高中、高中、大学、大学，哎，有人啊，过会读啥？读硕士，过会读博士。啊，你甲想，册包啊呢吼，囡仔囝细细汉啊，内底还佫落药珠啊吼，还佫落牛奶粉，有人啊，佫大奶嘴啊呢，两岁哦，满两岁，他就从幼稚园开始就接受吼，啊，所以今麦讲国语诶吼，会较侪。公共也较侪，吼、哦，咱讲这个社会已经是安尼，嘛无啥物唔对啦吼、哦，只是讲吼、哦，我们去了解说啊，即马吼，咱老大人吼、哦，无学呢吼，无、哦、学一挂国语吼、哦，嗯，好像要教咱的孙啦吼，还是讲要教咱的吼、哦，咱讲孙阿辈、少年人吼、哦，你要跟他聊一聊啦，啊，真的有一点困难呐。有点困难，因为话语无啥会通，然后话语无啥会通，这就是今麦年代啦，吼，今麦年代啊，都已经现在这样的年代了，啊，你讲对啊，唔对，还无一个对甲唔对的啦，吼，无对甲唔对，啊，既然是无对甲唔对，那么呢，咱也是安怎，老大人，哎，看电视看到尾嘛，得也要听国语啦，吼，我是会样听啦，吼，好。今日呢，咱就加减啊来讲一寡吼，比较吼，咱诶孙兄弟，咱讲圣贤要创啥？咱俩讲，咱今日相信上天降圣贤，还是讲吼，啊，咱就是圣贤主来底，圣贤主来底。有人讲十载寒窗琢磨道志，吼，两年修功，可化愚痴啊，吼，可化愚痴，吼。谁来讲圣贤长呢？不负天命，就是咧讲到吼啊，咱的创刊也好啦，或者是讲啊，咱所讲的这论文啦吼，还是讲咱所读的这个圣册啦吼，圣册，这拢是吼真济真济人吼啊，对于咱这个要感化世间人来对吼，即系所有的脑部处诶催魂，或者是讲吼所有的这个心性。无论是吼八仙啦吼，李祖讲的啦吼，观音大师讲的啦，天上圣庙讲的啦，啊是讲吼咱的南天文行圣地啦吼，啊是讲玉皇大天尊，伊嘛是因为是这个慧缘啊，所以呢也降笔。那么圣凡凡人吼，托圣贤书要创啥？人讲歹的人，你也认真去甲读，心地嘛变好哦。吼、哦，啊，好的人认真去甲读，一个会当修行正果哦，啊，你讲安怎讲？凡人读圣贤书，吼、哦，会变成比较有水准咯、哦。人讲相由心生嘛，吼、哦，你若哪里读哪里读的时，读圣贤书，人讲口吐吼龙泉呐，吼、哦、心凉鼻开，为什么？因为咱在吸收好的善知识。咱即马咧听好的神知识，讲歹人读到这个好册，伊哪哪来哪变哪好，吼、哦、啊好人读咱圣贤书，伊会向往新鲜的生活，所以修行新鲜呢、啊，吼、哦、伊感染力有无有啊？感化力量是无变的哦，所以讲好书还是要读，吼、哦、啊咱要感化这个力量，既然有这么大，吼、哦、咱定讲吼圣贤。会当救咱这人的灵性，吼、哦，阿妈会当予咱人吼，啊，咱讲医病是医心灵的病啦，咱讲真药医假病，有的人吼，听你讲吼，啊，真病无药医啦吼，为什么真病无药医？真病就是咱人心灵的病，一个心灵的病，吼、哦，像咱讲咱的这个人格分裂，也是讲咱的头壳，吼、哦，咱的想法。拢偏差去啊！这种啊，除了圣贤，吼、哦，用圣贤册，互你感动感化，这个力量呢，达到啊，甲咱挽救，达到啊，甲咱挽救。啊，咱志气呐坚定哦，会当得救哦，吼、哦、啊，得救了后，吼、哦，咱呢，也阁会产生了啥？产生了功能哦，咱今日别自己得救了，还会去救别人哦。啊，这就叫催缘啦吼，咱定咧讲圣贤。哦、希望说咱得到好的、哦、而这个善知识，然后我们还会去圆梦、哦啊、还会去写、哦、写给别人、哦、让咱的
为了这读者呢吼，献出着咱的心力，嘛希望安怎，咱会当回溯金言呐。吼、哦，这就是咧讲圣贤的册落来，咱那就是爱去甲注印嘛。像咱弘道印经会，我们就注印很多书嘛，吼、哦。啊，这册要创啥？这册当然啦，当千，人讲千世万册啊，因为册好册，吼、哦，只要是古早的好册。哦，咱藏咧千世万世，也够有人读啦。咱一世人读完，也够有人读。啊，所以讲哦，咱在讲到这个罗状元，哦，每乡内定毛咧报这个罗状元缺世歌啦，吼、哦。罗状元呢，吼、哦，咱这里个听，哎，你嘛有感觉有理，吼、哦。罗状元的形式，你嘛感觉有理。从世界文明、社会维新嘛，宗教纷纷呢咧提倡着救世救人。用以自身，哦，拢是强调，吼、哦，强调啥？强调讲吼，下当呢，卖使这个吼、哦，不要再使宗教混乱，吼、哦，要把宗教的价值观提升了吼，卖讲吼，啊，咱吼、哦，大概个人吼、哦，每一个人吼，拢、哦、把这些所有的吼圣贤册拢集做伙，吼、哦，啊，大家拢会当安怎好好去修行，开始教义。哦，这安尼是真好个代志。如果那是强强妙妙啦，拢是做这个，哦，咱讲一旦互人兴盛做功立德，人伦和平相处，来建立这个和乐清净的人间，需要宗教无？需要。咱讲儒道释也会五教，哦，咱讲修则可体会天人合一之道嘛，净化心灵。啊，所以既然呢，吼、哦。咱这个节目讲23年啊，嘛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众生呢不可忽视，吼、哦，未使忽视它。所以人常咧讲吼，啊，心性吼有道吼，啊，人讲千法之根，会当悟道修心，成就大道者，吼、哦，会当搁再搁教啥，搁教学，吼、哦，爱当弘道。啊，所以讲咱读会晓啊，啊，咱会当搁讲予人听，吼、哦，弘道嘛，吼、哦。啊，咱就当个讲话人听，安尼敢毋是真好个代志？来，咱呢，人呢，每一个人吼，拢想要长生不老啦吼，拢要讲到这个长生之道啦吼。啊，人早是爱早起来啦吼，早是早起来。迄个等这个吼啊，不管讲对着咱24节气来底，你讲到这个人早起来5点出啦。好、哦，现在咱的鸟啊，伊会顺着大自然的规则。鸟啊，你甲看，伫窗啊门拢5点就嘟嘟嘟嘟，伊迄都伫遐咧唱歌。五，你甲看，有鸟啊咧叮当啊，吼、哦，万物开始咧叮当了，鸟啊同大声啦，吼、哦、啊，所以讲吼，伊开始咧，伫开始咧叮当啊，目睭闭紧嘛，你甲看，绝对是5点，吼、哦，5点叫做吼早报嘛，吼早报，天光报时。哎、欸，这鸟就开始在叮当啊！啊，所以讲人呢，如果想长生不老，更有想老而不死，吼、哦，常往地上为地仙嘛，吼、哦。就是咧讲吼，唔是讲咱即马这医药发达，吼、哦，即马咱医药发达，就会当靠医药来长生呢。咱必须要存好生之心。过来就是啥？吼、哦，咱卖讲吼，咱的灵体啦，吼、哦，去，吼、哦，咱讲。有充满那种杀机啦吼，尽量讲尽量吼戒杀吼卖台啦吼啊尽量吼啊，咱讲人甲人之间啦吼啊，咱的灵体就是讲咱的主性灵，卖去目遮啥，卖去目讲充满着这个杀淫斗争，不要了吼啊，因为吼、哦、为什么是杀淫斗争？杀淫斗争就是人甲人因为感情上吼啊，因为那个。又是不是你的吼、哦、啊？咱应该爱去插去管的代志。现在讲杀淫斗争斗，这都是因为了感情嘛吼、哦，为了感情，爱、啊、嘛不是讲吼、哦，咱有的人为了感情输，吼、哦，爱、啊、都明明的，你伫外口讲交的，还是讲你已经讲放手啊，啊，都离婚啊，为什么会去杀前妻？吼、哦，既然是前妻，他就跟你已经。温断情绝了嘛？吼、哦，啊，既然温断情绝了，就是大家拢无缘呐，所以你叫签字，唔再叫做前妻，
跟前夫，啊，既然是前妻跟前夫，你为什么还要去干扰他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去吼杀淫争斗？准讲你的前妻跟你离婚啊，一过交男朋友，还是讲过嫁翁，拢天公地道的代志，不要因为这样吼去惹杀机。啊，那你的冤神跟冤灵呢，已经呢吼，咱讲犯着真大的罪啊呢，犯着真大的罪。那无形中呢，自我伤害你自己不知道，造成短命的原因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不管是拢有一种吼，一种妒恨的心，不管是呢吼，啊都拢有一种吼，准备伫要灭火，准备伫要杀人的一种心态，一种意念，大家的恨心恨火，你讲恨火怒中烧的时阵呐，你甲讲你会做啥物好代志，绝对袂做啥物好代志。所以世间充满着贪污之气，吼，无论伫倒位啦，吼，我们都不要沾到吼不好的习气，或者你灵体去受到吼真大真大的这个伤害。灵体真系伤害，因咱人的心灵伤害肉身呢吼。第一项，咱无了解讲，咱的心灵受到伤害了后呢，吼，咱这个肉体嘛是对咧对落。啊，所以咱的灵无多搬，无多搬这个肉体的时阵呢，那你就没有办法。你说你要修道很难呐、啊、吼，所以咱点咧讲吼，不要偏转牛角尖呐、啊，吼、哦。咱讲有大道吼、哦，咱要去学，咱爱去学学啥？爱学慈悲啦，学大道的精神呐、啊，吼、哦，代志过就过啊，啊，唔好丧失良知啊。人都已经跟你离婚呐。吼、哦，啊！你看到人甲别人行做伙，啊！你搁错心，搁夹起来，啊！倒夹咧，夹咧吵，夹咧拍，吼、哦！啊！一夹咧站，站到尾啊，吼、哦！啊！迄、那个人出代志，出人命，啊！你甲想呢？咱这世人的业，都因为安尼好不容易，吼、哦！你甲伊的业干得拄好切开尔，啊！你有个新业又搁做啊，异业开始。做新业，咱人拢是意生达生啦吼，意念生达生，过来就是啥，两个吼口口相对，你也唔相牛，我也唔相牛，意业了过来就口业，口业了过来就新业啊，新业，因为辛苦为人吼最艰苦嘛，吼你要太难要创出来，你来挡你的辛苦，挡你的力，你的力量嘛，啊你也放荡，吼罪业已经生啊，吼啊你今日今日吼辛苦意业。做一届来，所以世间的千行万业无非啦，拢是善甲恶能两业来对面啦。所以呢，咱也知影吼，人讲神为生命主宰呢，元神啦。咱咧讲咱的灵命就是元神，神为生命主宰，可谓咱一个人的瓦灵，人如无神呢，吼都无精气神嘛，都成为一个臭皮囊。吼，安尼呢，咱要安怎去做一个真正中道的人？所以一世人呐、啊，吼、哦，咱也是发生过这样代志，咱要去体悟体会，这个代志袂使阁延续，咱定讲延续下去，你的这一辈子就会因为你的身口意业啦，吼、哦，安尼啊，因为你吼、哦、这种心性完全无法度翻转，那么你的人生呢，吼、哦。嘛有可能伫咧心口意业内底去发生足侪不应该发生的代志啊吼！来，咱即马有咱的师姐啦吼，阿秋师姐，伊讲要听咱母娘一段吼，无极怒秒，心痛泪连连，咱即马来个做安排啦吼，无极怒秒，心痛泪连连。三八thank you.
珠将乎门开，六百年老娘子弟甘满盈，一路沉迷，一路非常好听的有个老母心疼泪连连。为什么老母会心疼？何为心疼？所以呢，咱底下讲母娘为什么？伊呢讲的拢是七字一句，七字一句内底面伊拢是咧甲咱讲着即马目前的世纪所发生的一些灾难。灾难虽然呢，咱讲台湾报道呢，像今年的风台，因为是安尼，为这个咱的这个报道的边啊，东北角啦、西北角啦，安尼个过，因为咱台湾呢有一个中央山脉，会使讲是对咱台湾的这个地势地理呢，非常非常的优势啦，但是咱讲洪台杀去日本去，那么日本敢唔是到咱母娘的子民吗？敢唔是伊的黄金经济吗？全世界只要是咱人是灵啦，讲的解说无同，咱讲基督教嘛，基督教伊解说咱人的灵，咱中国人有中国人
对着咱的母娘，甲东华帝君，啊，甲着咱这个吼五庙运用万灵所有一切，包括啊，咱第一讲的，有的人讲啊，女娲是连照补天，吼、啊，女娲是连照补天，然后吼，阿咪那个立土红啊，做人伦呐，吼、啊，分吼，那讲分叉，吼、啊，阿得。给这所有的这风俗拢为对来，对咱有文字开始了后，吼、哦，啊，这圣贤人呢就开始落来，都真济啦吼，来教咱烹制啦。不是讲咱人哪有这好的头壳，吼、哦，有这个记录来教咱烹制烹食，咱有衫裤通穿，吼、哦，无能之力这个故事呢，那是上天派落记录车呢，伊就是安怎？会织织的衫裤，会织织的布，吼、哦，啊，好，咱呢会当穿烧，啊，咱即马科学进步，啊，咱会当用，吼、哦，咱讲废的物件，要断掉的物件，搁再甲抽丝，搁再搁落去做，啊，会当做做皮啊，嘛会当做做衫，嘛会当做做啥羽绒衣，吼、哦，咱讲精神内底毛，吼、哦，即马呢？啊，甲扣扣胖胖哦，清气，伊个顶啊，个会当安怎？大领细领羽绒衣呢？互咱人呢，寒天哦，会当安怎？唔只是热风，啊，也过保暖啊，也过保暖。所以咱讲，对这个《山海经》开始，你一直甲看；对母娘这《山海经》开始，吼、哦，你去甲看。咱讲母娘伊原来形象，就是敢若一只狗的狗母同款。哦，你若去正川吼，拄入迄个门的时阵，你去甲看，伊迄是会使讲是千几年前的记载哦，吼千几年前都已经显示伫这个石壁顶悬，伊都要互你看讲吼，最原始的母娘的形象是生做安怎？它是一个圆，吼、哦、那像啊，吼那讲吼都是为咱迄个上原始《山海经》内底。好，有诶，一直变化。咱即卖人先啊，拢爱看迄个水诶事物。吼、哦，本来观世音菩萨，吼、哦，咱卖讲，诶，吼、哦，咱讲观音大师，吼、哦，啊，有人讲是男体，啊，即卖呢，咱大师，咱嘛是，吼、哦，改咧，吼、哦，啊，咱雕呢，甲雕甲，互咱每一个人看到，弄个心观，吼、哦，有一种，吼、哦，看到，吼、哦，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这个慈悲的法相，咱每一个人都爱看好看的事物啊，所以讲吼、哦，会把原始的吼，诶、哦，一直粉刷吼、哦，啊，改变粉刷改变，那个咱只嘛要看的吼、哦，爱看拢是慈悲的啦吼、哦，神拢是慈悲的啦吼、哦，啊，佛也是慈悲的啦，咱所看到拢是美好的事物，咱要安怎去甲雕塑你心目中的菩萨？你心目中的母娘，你心目中的所有的一切神佛，咱拢要爱迄个啥形象，互咱看起来很软、很温暖，好、哦、那一种你想要看又非常好、哦、那一种温馨，可以呢哈、哦哦、把你的心融化的那种神，啊，这就是哦，咱即马世间的东西。往美的这一方面呢，吼，咱人也无够水，咱嘛想要去经营，吼、哦，嘛是想要去，啊，无咱即马你也看，即马上夯的，吼、哦，即马上夯的韩国迄边上夯的，日本也好啦，台湾也好，即马上夯的是医美，好、哦、医美科学呢，好、哦、医美，你的面呢，吼、哦、啊，什么面要搁甲变化，什么款的，该削骨也可以，因为咱人拢要看水的。啊，看水的，但是咱无去想着讲哦，咱干那看了要看美好的一面呐、啊、吼。但是丑陋的一面是在人的显现，一个人的丑陋是在放在哪里？一个人哪都唔功利，伊咧讲话就足丑陋的。吼、哦，一个人呢足爱吼、哦，咱讲错心真重，搁一样的自尊心、自卑感真重，或者是讲哦，伊本身呢对家己无自信。但是对这个社会，伊嘛是搞破坏，那种人很卑微。他为什么会卑微？因为唔敢公平正大去接受社会考验，所以他躲躲藏藏了后，伊就会产生破坏。为什么咱即卖囡仔会去讲偷看人洗身躯，会去讲偷翕，会去讲吓人来衫来裤？
这些都是心理上的问题啊，这心理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一世纪还有这种人，这种人叫做心病啊，心病里面的心病哦，就是由我们人呢，哦，就因为每一个人呢，哦，你敢光明正大，你是男人就是男人，你是女人就是女人，你爱去敢认清你的性，你的性别啦，查甫囡仔都要查甫囡仔气概，查甫囡仔都爱查甫囡仔，吼，咱讲优质的一面啦，吼，但是咱即马吼男男女女分不上来清澈的时阵吼，都变成安怎，都变成这个社会都淡薄啊乱去啊。啊，有淡薄啊乱，咱的心嘛开始在乱，咱的人格会不会分裂？会啊，人格分裂的时候的想法，吼，现在咱即马有一个无意识的太人，吼，路头路尾看到一个囡仔，吼，伊嘛提来个噗噗的，因为这个人的心呢已经受到真大真大，吼，诶，一种改变啊，伊也佫家己无了解，他的犯罪起因起源在哪里？他跟他有认识？也没有认识，跟他有恨吗？也没有。为什么他会无意识的去杀人？这东西啥？这东西咱的精神分裂的一种呢？吼，啊，因为这种社会有精神分裂的有吗？有，隐藏呢？好，对，大家先冇人会犯到这种问题哦。啊，所以讲会隐藏在这个社会内底。啊，你看这人斯文斯文啊，吼，看起来都无安怎。啊！但是这个囡仔为什么去犯这种罪？你也感觉足奇怪的。他本来是很看起来就很善良，为什么他会做这种龌龊？又个吼犯着人人无法度接受的罪，这拢是啥？人格分裂的问题。啊，所以咱莫小看今麦人格分裂了吼，尤其是今麦囡仔册读愈侪，哎，代志问题煞愈侪。吼，这个问题拢是啥？在咱的囡仔这个心识内底产生了变化，咱家己无了解啦吼，是咱的做事大人嘛无了解，啊嘛无去甲研究啊，研究讲这个囡仔心态当时开始转变，啊，这个囡仔为什么安呢？吼，这种这个都不可以说推给社会，还是推给什么？因为这个囡仔都当开始的变化，咱是大人应该是来观察入微啦。刚刚这个囡仔无啥调啊，吼，门定关掉掉啊。吼，无啥爱甲咱讲话啊，常常拢闭伫个内底，无啥要出来啊。那你就爱知影，这个囡仔问题比啥物还佫较严重啊。因为他心里面已经障碍重重啊，他没有办法面对社会，也没办法好，踏出了这个家门，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但是是有人有个人听见啊，啊，就随在伊啊啦，吼，啊随在伊安怎拢好，吼，啊，但是呢，到尾啊，吼，人家怎样讲？问题已经出来了啊！这个囡仔他也去犯这种不应该犯的，咱才知影讲代志足大条的吼。所以呢吼，咱母娘呢，较早有咧飞禽仙姑呢来带咱的母娘来传这个圣音的时阵吼，伊是传啥？伊传讲三奇同幻空中飘，诸天圣佛混万篇，混万篇就是讲诸天神圣拢吼，这个混文拢一直落来啊，一直落来啊，吼，所以叫做诸天圣佛混万篇，混万篇。诸天圣佛既然混万篇呐，吼，万万篇的这所有圣文拢落来啊，伊在甲恁讲啥？甲恁讲三灾不难眼前现。水火共风暗无边，我们在说水火啦，水火共风暗无边啦，七七四九玉中烟啦，千军万法出其间，钓鱼清心对清烟，自讨苦吃无人怜啦，自讨苦吃无人怜啦，讲时时反省忏罪天，尊王圣基一线牵，玉帝良言已尽怒，怒母悲悯上宝殿。讲为囝开颜免受劫，重整天伦守孝道，我得重整家和谐。
幼子有依，老有靠。天命人事多传道。因为咱即马天命人事足济拢伫即个，吼、哦，咱即马咧教的即个吼，为什么启灵了后爱提爱即天命人事爱多传多教？所以甲咱讲幼子，幼子就世间啦，吼、哦，咱即马的囡仔。来到这个世间，爱有依靠，老的嘛爱有依靠啊。所以该讲五德重正加和谐嘛。幼子有依，老有靠，天灵人师多传道，身教言教重教导。母子为子忘奔波，为什么讲母娘为子忘奔波？母娘啦吼，拄只我讲唔对吼，母娘，伊讲母娘为主忙奔波啦吼，无闲啦来奔波走撞啦，令儿回头来做刀，天盘可磨刺金蕉，上天有眼记功过，临近身班莫错过，耐心行过出风波。平心静气行大道，母子连心赴大劳。这首诗是民国九十八年遐讲的，甲今嘛吼，九十八年讲的甲今嘛，但是今嘛你佫佮提来读，依然非常让人震撼。好，非常让你震撼。为着啥？母娘讲这诗文，好、哦，咱讲转盘嘛，民国九十八年转盘，这转这个转这个修院的这个盘，好、哦，老母比面上宝殿，因为玉帝良言已经震怒啊嘛，因世间人不孝父母，不孝父母，好、哦，过来就是讲做这惊天动地，这害人这代志，有诶无诶，这所以讲玉帝良言龙颜已震怒嘛，啊！老母悲悯上宝殿，赶赶紧紧去讨宝啊，去讨宝，为主开恩免受劫啊，重正天伦修孝道。所以，达尊母啊，拢总吼，咱、哦、讲天顶不留一心身，拢降落伫这个世间啊嘛，降落伫这个世间，要来教化这吼红尘吼极海这囡仔。所以母娘呢吼，真无用啊。会使讲吼，经而情破，吼、哦，爱讲三山五岳四大部洲嘛，母娘为子忙奔波啊，吼、哦，啊，希望这灵啊子回头来做道啦，吼、哦，回头来做道。所以咱讲，身教言教重教行嘛，重教道是咱今嘛，这盘，而这个修一盘，第九八开始，吼、哦。已经转一个修疏远呢，来修院盘嘛吼，啊就人人回心向道了修院啊嘛，吼、哦，所以讲临近身班莫错过，耐心行过出风波，平心静气行大道，无惊无惊人心赴大劳。想一想，母娘呢所讲的话啦吼。会让我们感动吗？会，吼、哦！你讲九十八年所讲的文书啦，吼、哦，我们拢甲留咧啦，吼、哦。但是你讲一概念，震撼一次，讲一次你就震撼一次，你就会好像说，按母娘讲的预言呐，吼、哦！你九十八年所讲的这文，今物豆豆咧显现无有，抗议的抗议啦，吼、哦！啊，要安怎？要安怎？然后啊，所以讲一大堆的问题，然后一大堆的问题，伊世界内底面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咱母娘讲的，唔是干那讲红的仙岛呢，唔是干那讲中国大陆呢，是讲整个这个地球村的问题，然后。
即马做收听一段龙华会啊吼，那等于呢吼龙华会，感恩咱所为孙兄叔姐啦吼，有这个因缘啦吼，啊来扶持着咱慈天必胜宫的道场，啊甲听着这个吼啊母牛空中的音声啦吼，会当呢不管讲是公亲公亲呐，拢是希望讲吼。有助于这个社会啦，大家身心灵的提升啦吼，有助于这个国家社会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吼、哦、去提升。为什么人讲即卖囡啊吼，都开始灵性哦，开始都有啊，哦，这是母牛若无把这个灵性刻起来吼、哦，就变成大家拢沉沦。伫咱即卖这个吼、哦、21世纪的这个花花世界，21世纪的花花世界，你敢知影偌好命？即嘛一项物件发明哦，都会当减少你足济工课啦。吼、哦，你也看，大项都拢总是吼、哦、用遥控，无论什么物件都是用遥控，只要有电，吼、哦、有电，伊就会当用的物件太多了吼、哦。啊，愈发明愈精，啊愈发明愈咱人愈笨蛋。嗯，咱人呢科技啊吼愈进步，咱人啊愈惰性，会愈笨蛋。啊，那愈笨蛋，吼、哦，拢直接贪享受来对，安得惨嘛呢吼。来，慈天必胜宫呢吼，嘛甲咱讲者吼，这个礼拜六共修，吼、哦、没有转莲台吼、哦，是共修了吼、哦。那这个礼拜吼、哦，咱9月29，咱即届这个9月4无30嘛无，嘛无31，所以讲甲29呢，9月29是咱的佛诞吼、哦，什么人的佛诞？都一尊的佛诞，就是咱的吼。哦啊，那个药师佛佛诞，药师佛菩萨的佛诞，多是这个礼拜日的吼，咱礼拜六也可以团拜哦。好、哦，礼拜六咱都吼、哦、用简单啦吼，咱要讲个讲忏悔敬告啦吼，啊一挂吼啊，咱讲用我们自己的心意啦吼，安、哦、尼啊，所以讲咱礼拜六都要28号晚上嘛吼，礼、哦、拜六共修啊，恁都啊。供养啊，咱的药师佛菩萨佛诞啊，人家做者好，咱讲庄严，而且哈啊，大家呢用吼，咱讲团拜，安尼来团拜，然后28号是刚多礼拜六，礼拜六也就是啊，咱提前然后啊，用咱的这个吼啊，药师佛菩萨来做佛诞，咱圆通殿吼有药师佛菩萨啊，咱地藏王菩萨啊，圆通自在菩萨哦啊，所以咱。伊嘛定讲吼，是每乡个大文人呐、啊，啊嘛是，为什么讲咱的药师佛菩萨，吼、哦、他来救助了吼、哦、众生很多的苦难，吼、哦、有求必应呢吼、哦，而且呢吼，伫、哦、吼、哦、咱讲诸天必成宫哦，伫故宫的时阵呐吼，安尼细汉呢，吼、哦、发生车祸，会使讲是吼，迄、哦、天呢算。是上严重的，医生讲，若无开刀破脑，应该这个囡仔救袂起啦吼。在伫交互病房，一直咧刺伤啊，头壳内底面因为撞落去，一时头壳直接碰撞，迄个石壁嘛，吼、哦，迄个人讲搞啊霉啊，所以讲掉脑干呢，等于目睭啦、鼻啦、耳啊啦、嘴啦，全部拢无血啦。啊，即么内底面的伤性足重的嘛，啊，重内底面伊就啥？伊就淤血伫内底啊，淤血伫内底，你若无动刀，有可能啊，迄天就是呼吸一直降低啊，一直降低啊，啊，心跳嘛，直直降低啊，啊，所以就打电话啊，转来咧讲吼，好像吼、哦、意思就是讲吼、哦、啊，这个囡仔呢吼、哦、啊，有这种危机嘛，吼、哦、有危机也有可能然后、哦、啊，要马上进行开刀啊，迄个时阵呢吼、哦，啊，就公主就去。请示六方天上圣庙，六方天上圣庙讲一刀拢袂使开，一刀开了，这个囡仔变植物人，这个饲这个囡仔嘛等于无路用啦，所以一刀拢袂使开。伊去上灶，吼、哦，地府天庭伊拢总去走啊，吼、哦，都看造化安怎安排啦。啊，结果无外久吼，就有一个师姐啊，吼，走来讲伊讲吼，啊，咱的迄阵还袂有经团呐。啊，公主吼、哦，我昨暝眠梦呢，眠梦讲恁宫的吼、哦，一个囡仔吼，安尼血筛筛安尼吼，啊啊伫个啊伫病院呢，讲足危险的，
啊，叫阮爱来上药师经呢。药师菩萨甲观世音菩萨拢到位哦，吼、哦、啊，所以就赶紧拜案呢。吼、哦、啊，结果呢，总共有七个，当时拢迷茫同款的梦，是药师菩萨甲咱的观世音菩萨去找药师菩萨来帮忙，吼、哦，即个即个法。这个法师啦吼，啊，所以我伫咧高病房遐咧顾，啊，伊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合掌，即马要念药师佛经。我伫高病房面头前咧合掌，吼、哦，去为这个囡仔来祈福，吼、哦，因为医生讲，若无转机啦吼、哦，就是爱开刀，啊，若无开刀，你就准备爱车断呀，吼、哦，有病危通知啦，都两样，互你紧啦，一项就是开刀破脑，一项就是。车等伊，吼、哦，病危啊！我都互恁车等伊，安尼尔。啊，所以就伫迄个三个钟头以内，你必须要做抉择。啊，所以拄啊好吼、哦，咱带着骨科师姐啊，迷茫着吼。观世音菩萨先看到观世音菩萨，后壁去看到，吼、哦，咱讲药师佛菩萨，吼、哦，伊要来为这个啥，为这个囡仔吼，来做一个吼、哦，药师佛吼，咱、哦、的大本愿经啦，吼、哦，要上大药师佛本愿经。哦啊、所以说叫我说在咱、哦、我们的家义、哦、家义林外科以前是林外科、哦、叫我在那里在家里房用合掌、哦、去接引啦、哦啊、默念、哦啊、我们大慈大悲、哦、我们药师佛菩萨药师佛菩萨要做药师佛菩萨的药餐、啊、跟我们这药师佛菩萨本愿经要上这两部经叫我说在那里合掌、哦啊、观想、哦啊、去接药师佛菩萨的气安尼，结果迄天呢，上经两波上完了后，哎、欸，那个医生讲心跳加迄、那个吼、哦、啊心跳啦吼啊加迄个有慢慢恢复到吼、哦，没有像那么急促啊吼、哦、那么急促，啊就慢慢安倒倒拿回吼拿回哦，哎、欸，过了两天，伊甲我讲恭喜哦。吼、哦，这个囡仔吼头壳迄个问题呢，已经有缓和落来吼。啊，恁是用什么给伊吃？我讲啊，都厝的吼，有师父菩萨有提迄个啥迄个水啊，吼、哦。啊，因为咱上经的时阵都吃，有师父菩萨吼都个吃迄个水，吼、哦，咱讲甘露水啊，观世音菩萨的甘露水、大悲水嘛，啊，都提来，吼、哦，啊，都我都交代人吼，那、哦、你个用。比管的时阵，你甲管的时阵，我就甲管。啊，有时啊，那当看的时阵，我入去，我就用哦大杯水、甘露水啊，去甲身躯吼，去甲洗洗，甲净净的洗洗净净的。哎，三天以后，真的慢慢的吼，遐、哦、危机的过啊。啊，所以一刀嘛，一头壳也无破，脑也无开啦吼、哦。因为医生伊甲咱讲的就讲开了不一定会好，吼、哦，变成植物人也有吼、哦。啊，这吼、哦、我唔敢甲你保证。啊！但是咱心表讲一刀都未使甲开，开落这个囡仔都废呀！啊，所以一刀都没有开。咱的六方天王心表去求救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求救了咱的啊药师佛菩萨，所以真的非常感恩。所以我圆通殿，好、哦，我在好、哦、啊，圆通主宰天尊，好、哦、啊，药师佛菩萨、地藏王菩萨都有了哈、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因缘呐，安尼因缘，所以就有人来问我讲：“啊，你那才有师父菩萨，那就是这样的因缘来的啦，吼。”所以讲，囡啊，吼、哦、发生代志，吼、哦、啊，上天呢，那讲寺庙嘛，足慈悲的啦，吼、哦，该去招众的，伊拢有招众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才会当讲吼，可以平安过关嘛，吼、哦。啊，即马伫江个咧服务，大家若看到伊啦，讲啊，你是排第几个？伊拢讲，你甲叫我小三，我排第三个，吼、哦，胖胖的，吼、哦，爱伊咧笑，安尼高嘴高嘴啊！啊，迄、那个囡仔吼，要讲起来讲，因为车祸无去啦吼、哦，但是佫伫这江个当甲咱做好了服务啦吼、哦，这嘛是信没有温泽啦吼、哦，啊嘛是吼，药师佛菩萨，哦，我也非常感恩啦吼、哦，啊，地藏王菩萨。开恩下罪，所以讲吼、哦，伫咱吼第伊个带病院的时阵吼，带三个外月到病房的时阵，伊的灵拢是太子甲带出去，所以就走地藏庵，伊就知影讲吼，一楼甲七楼生做安怎，因为才十三岁呢，他还没有去过嘉义，所以讲伊呢爱去地藏王庙吼，阿妈去吼咱的圣王爷庙，伊嘛甲我讲呢，
一讲话时阵，甲讲神王爷庙后壁咧欺负祖殿咯，啊，所以讲这个神火的神威显赫，或者是讲吼、哦、上天对我的恩泽啦吼，对我的包容哦，啊甲，互阮呢吼，一旦甲这个囡仔保存吼、哦、啊，要讲起无开刀，然后这种种的危机啦吼、哦，都受到上天吼、哦、诸佛菩萨跟母娘的慈悲。天上圣母的慈悲而过关了哈，所以非常感恩呐哈，而且真感恩呐哈，真的非常感恩了呢。来，今日呢，咱真感恩哈，啊，咱来听这段。卫灵赞，此人必生功呢吼，服务电话591605。咱若需要香品、香油、管束茶、贡瓦、小盘香、普莲灯，或者是虫草王、山高宝、张之王，或者是讲啊，咱呢金家人女性专用的，咱要甲顾一下，听早一下身体，好、啊，咱拢会当呢敲电话。啊，咱若需要何丽梅，啊，今麦一组有送两罐西塔门精，就是咱迄、那个吼。咱讲茶树精油啦吼，即马有送两罐，一组有送两罐茶树精油，咱会当呢吼，甲抹用看卖，然后真的很不错啦吼。咱若需要服务介绍，慈天必生宫的服务电话591605。啊，那如果讲咱要参加吼吉安礼道拜道，明年庚子年的。啊，这个拜道，那么登记，那么当用传真机啦哈，591785591785，用传真机给传真过来都会使哈。传真机你要给留电话号码，吼，阿妈爱给留地址，啊，给刀手要用相，全家大小出生年月日啦哈，都可以用传真机先给传过来安尼。咱来做一个回向，愿你今日所讲的一切功德，回向所有弟兄姊妹，世世安稳，常欢喜，消冤解厄，心清净，身体健康，财源第一，家安如意，事业顺，得主合尽功名成，所求事项皆如愿，身亡超生转安乐，法界众生得离苦，一处道缘正善因，今世非开佛面缘，无量寿佛太上感应。无念慈悲，感恩无念，无念感恩，而且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